Hello， 我是对不起，我要看哪里？等一下是那么，哎呀，不是这么啊，一直搞不清楚是这么可爱，那么可爱。你们这群疯子，出事了！婆婆二还是维持着婆婆一原来家庭价值的核心，第一季的啃老、婆媳的关系、兄弟的关系，还有夫妻的关系等等。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打算要做第二季的时候，我想要换新的产业进来，但是这个念头哦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有给自己找麻烦。当鬼啊，鬼还要冲动。制作人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再怎么换，我们必须跟台湾本土产业有关系，必须是台湾在国际上是被认知、被看到的。那么我们想到了兰花，像我们在填调的时候发现，台湾的原生种的兰花。叫台湾阿嬷，台湾阿嬷，我们的林采香不就是台湾阿嬷吗？培育出各式各样各色的花，林采香她也是一样啊，关心孩子，然后一直没有放弃他们，然后希望有一天我这个妈妈走了，你们命运不会太差，你们还是可以自己走下去。原来我们采香是婆婆嘛，可是在这一季呢，她就变成了媳妇，她同时是婆婆也是媳妇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她的角色有多尴尬。人家是媳妇熬成婆，她是婆婆熬成媳妇，逆着走的时候，她要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境？来呀、啊！来教你。大家都蛮辛苦的这几年，更别说疫情之后，我们真的需要就放开来一下，找到一个方向。在台湾的戏剧不太容易看到这个方向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，我们需要这个，我们东方人、台湾人，我们需要这些幽默。他很传统，可是他也很跳脱，可以思考到我们现在人处在这个社会里头，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，然后自己怎么去找出那个答案。你们真的有够疯，可是你们疯的怎么那么可爱啊？感谢他们每一个人都丢掉自己的包袱，完全的在那个角色里面传达的这么好，谢谢大家。